不要指望一支啊。虽然这组真的是蛮强的。接着打，我刚刚打骨头。哦、oh, ，nice！ 不然就贼，你的毒蜥嘞，贼，你的毒蜥，就说吧，就说吧，难过，那家网可能就灭了。你如果是自杀贼，你消不到，我觉得很正常。但如果你是暴毒，你一定有，你一定有毒蜥可以用啊！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啦，没事没事，我、哦、看有贼就有贼就稳多了。那个赤血，啦啦啦啦！嗯，好久没有听到了。没有，我要血池。哎，既然成功了，我就要血池。哎、欸，这个给我打烤腰啊！你要把它去掉？不是你，不是你。哦，不要盯我，不要盯我，你走开，你走开。啊，这个贼笑一下就没事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说狂怒？狂怒？你说盯人的吗？哎，盯人的是恐怖效果。哦，是哦，这我不知道哎，我知道他有一个，这有一个东西会套在那个骷髅身上，然后可以偷。那个偷的好用吗？有什么卵用？我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嘿，好像偷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物攻物理伤害打他，你偷啊，这个给你偷啊。你不说我自己去。好，我在打爆发，抱歉。好，真的我在打爆发，没空，没空切目标。好。哎，对，就这个，我操！哎，来不及。他那到底是干嘛用的、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再说一次。好像是那个吧。那时候物攻打他会吸收啊，我看一下。是吸收吗？对啊。幽门种，啦啦啦啦啦啦，造成我这个不知道什么触发治疗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触发治疗啊！我每次偷了，我都不知道干嘛。啊那，坦克又被 gank 了。不要拉太多哦，会死人哦！认真会死人哦！哇，那打死了！
你发现没有局装真的打得好累哦。你一个人单打18+18啊？对啊。到底有什么不组队？啊？你为什么不组队？我没办法理解。我五针其实可以自己做，你知道吗？只是打得很慢。我五针其实可以自己打啊，就是，很慢。想说法师试看看，我看人家法师都可以自己打。没有没有，现在法师已经没办法单抓18+18了。真假？对，现在没办法。上个在他把那个什么火法啦，主要是火法，他把那个什么那个纵火狂改掉了。以前的纵火狂是可以直接把 BOSS 顶到天花板顶外到面。天上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有那个我有就有办法单刷18+18层。然后可以一个人刷到八区，因为我的法师就是自己刷到七区的，原本八纵区也火是要者自己刷的，还是可以啊，还是有啊，还是有纵火者啊。有啊，可是它效果变弱啦。就是它的后弹效果变弱了，因为原本是可以弹到天花板，不能走那边，会被 A 出啊。走右边，对对对对对，走右边，然后直接切过去。好，很好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那个靠近会被 A 出来。因为我法师最主要是没有，我没有做局装啦。最主要是没有做局装。没有，你那个有局，你18层顶多，你顶多打到装等再怎么好，六七区你应该就真的会受不了，因为那个网靠一下你就是几十万的血在走的。放心。刚很想。可以啊，我有。我现在正在扣着呢。放心。我知道你想干不嘛。怕会出事啊？哦，对啦，这边保险一点，咱们的而且还 GPS 有温度不够。YY，还有 YY，还有 YY。因为我现在在放思心。考，如果真的改版，我到底要玩哪个职业，还是继续就是五针？王五针转滴滴，我又不会滴滴。练啊，第一天简单好不好？滴滴是最简单的职业。你知道五针滴滴有多忙吗？
开场 YY。哇哇，这个是怎样？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这么大一波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，小女孩！快逃！Five, four, three. 他还很远哦。One. 冰箱要开啊！哎，干，你有冰箱吗？我刚看到你把冰箱开掉了。对啊。哇，古毛！红茶，你帮我断好、哦。哈，好 ，OK。啊，不用啊，那个骷髅古毛断了，红茶我自己带。啊，根本不用断啊！啊，五针直接把他锤死了。哇，干五针直接把他锤死了，我傻眼。对啊，我连爆发都还开不到一半，他就直接被锤死了。
哇靠！嗯，划不来。行。放心。放心。啊啊啊！哎呦！哦哦哦！哎，没想到他看到了。对，没想到他真的看到我在炸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好炸。我不应该用法师来爬塔。怎么样也是要用猎人或者五针爬，怎么会去用 ？Three, two, one。哦，这个五针，啊不，这个捕食还可以，他知道要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快逃！有啦，人家说他有一个二一级的小弟呢，代表说他有补过高层的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有吗？他什么时候讲的？有啊，在开我们开打之前啊。是啊。嗯。放心。哇，这个贼开刚刚按开按 P 哦，嗯，按 P 可以吗？按 P 可以挡，可是不会增伤，就是没有增伤的效果，因为他不是吸回来会加30%那个，对啊，他刚刚应该是刚好第一次点到他，然后他又。加开大招，所以他就选择暗劈，跟我那个贼在打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逻辑，因为看到他的 damage 是没有问题的。放心，可是他的近战伤害是第二名，这正常吗？没有，很正常啊。近战什么？这版贼的白字本来就很高，谁掉下去了？五针掉下去了。比较快，真的比较快吗？其实没有，没有啦，人家只是掩盖自己失误嘛，不要这样。对，老实说，这样没有比较快，因为你失误整个就没了。如果你在前面都没死的话，那如果他有死的话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我看这个弩手真的是。太搞没戏。个人是不觉得比较快啊，那他觉得比较快就他觉得吧。你说那个自杀吗？对啊，他如果全部能这样做是25秒哎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说他可能自己觉得那样比较快吧，因为我是不觉得比较快啊，不觉得，
因为察觉之字好像打得有点久。因为老实说，大家都没招了。我刚刚已经把大家招缴在他身上了，我、哦、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没有，这三只都这样。这三只只要有一个人没开招，妈的，爆肝难打。哎、欸，他路径上冲锋的没事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他这个冲锋是路径上没事。哦，不要冲我哦！不要冲我哦！不要冲我哦！冲我！好，没事，现在冲没关系，我已经爆完了。等一下会交吗？所以你如果爆发的话，可以再开一次。现在，打死他爆发刚好好，所以应该不是不会再开了。要扣，等一下的小怪了。我干武真，你不要突然冲出去。我想问你那个猎人的那个坐型攻击去哪里打的、啊？说我吗？嗯，那个是挑战的，挑战德纳诺的挑战，德纳诺的挑战，对啊，啊？哎、欸，对吧？德纳诺挑战吧，要看一下，你找到那把枪吗？哦，我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开猎人啊。对啊，你找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那把枪。气枪，那是枪吗？哎、欸，那是枪。枪器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找一下。德纳诺，你说，其实我有点忘记他长得什么样子。欸、有些枪看起来不错哎、欸，不是看起来，它竖起来就不好看了。哎、欸，他那个原地重踏没办法，那个是不是？哪个？没办法，哪个？没办法闪哦，没办法。那是毕竟这个重他是毕竟重的，好像我不知道拉最远距离会能不能闪掉啊。可是我记得二十几码的时候都有被他踩过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会不会像那个赎罪那一只那个石头一样。德纳诺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那个的话就没有了。你没有意外关，你会看不到。你是说什么地狱火突袭战吗？不是吧？没有，那是德纳诺的挑战外观。我看的是德纳诺的啊。你说地狱火堡垒吗？嗯。干掉。应该是没有了吧？那个现在拿不到啊，德纳诺挑战现在拿不到了。嗯，那应该就没了。5 4 3 2 1，要试血吗？不用吧。嗯，不用吧，留着吧，就留位王票了。还有专业技能做出来的枪，耐心瓦里式前行，这好像也不错。
谁的党史啊？哇，留我跟你哦，那就靠你啦，好啦，我捅不掉啊，魔法没大招跟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汤姆上来了啊，再劲哦，不愧是五战的。所以刚才下面应该是五真赢了，还没问。喂，喂，没有弹哦，还是唱完了？你有唱完吗？唱完了，就是弹有弹啊。就是赌啊，赌他最后一下，然后闪现闪掉，又是他们两个。啊 ，nice 啦！我现在就是靠打 boss 触发岩爆丢那个丢旗子。哎、欸，兄弟！哇，他死掉了！哎、欸。他又火起来了，他为啥火起来了？来，萨满啊，萨满爬，尸变啊，尸变啊，他应该前面都没用过。看这一组 DPS， 如果他们两个都有大招，绝对压得掉。但我们人还没上来，你我不要亚美德。哦，不要死，你就没事啊。对，我说，所以我怕你死啊，我刚才就是怕你死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把自己的大招骗掉了。哦。哦，所以你现在没大招了？对，我现在没大招。哦，你没大招没关系啦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不要死就好了。对啊，你那么硬。我还有个挡死啊，不要怕。哇，看这一组的 damage 真的是高到靠北。5 4 3 2 7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哇，五真没大招，难怪压不掉。哎呀，虽然说他快死了。放心。哎，你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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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红欸，我血红过我就15加了，我都 OK 啊，来看一下，好，这把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
来来来，好，就接着这把来打一个十五，血红。他怎么会把他打出来嘞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还没到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你再推一点点，往那个逛逛那边走，看能不能再偷吃个一层。哎呀，没了，啊、没有，可惜。对，没跌到，太可惜了。可是六层也 OK 啦，38，刚才谢谢过呀，爽哎、欸！这波，对，刚刚没有开到谢谢过。对啊，嗯，注视谢谢过哦。好像是吧。嗯，是哦。术士不是都选那个法业比较多吗？要看啊。嗯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你没有玩术士。对，没有，最重要是刚刚那一波灭，就是刚刚16那一波，那一场，逛逛没有开啊，没有人开逛逛啊。你这边要跳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当然没有要跳。而且你是不是刚刚有多拉一波？三波啊！哦，是哦。对啊。好了，随便。凄惨，随便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坏装了？没有握球，看其实有点痛哎、欸，我觉得，因为这是血红啊。血红就如同以前的那个什么蛛网。对，我真的觉得血红是以前的蛛王，你知道有，妈，他 damage 打第一名，他妈还有空给我开团，我操，这是个耻辱啊！那你也来个有空给开个面包，
怎么可能啊？妈，人家装等220级啊，我才210，我跟别人这样玩，找死！当然是不行啦、啊，我这么废。要站那么前面干？放心。哎、欸，还有一颗哦，还有一颗哦。放心。哇！有爆发吗？你玩时候有。好，放心。目标位于监狱深处，沿途召唤。OK， 再一下，哦吼，一个诅咒都没唱出来 ，Stop。开始了，联盟在那边打怪，他在那边给我剥皮，好，我就不剪，看你怎么办，看你怎么剥啊。其实那个不剪也剥得到了，以前已经改了。没有，没有，因为他是没有。如果我没有剪，他没办法播，因为毕竟部落跟联盟的关系。没有没有，我记得如果说如果是组队没剪还是可以播，但你非组队没有剪就不能播。哦，这个我有研究。因为我一手，我想说上次听别人讲说，哎、欸，血。啊！没有人会去诅咒。是组队的状况下是可以播的。你同样，我跟你是组队，然后你打完，你就算没剪，我一样可以播皮。但是如果是非组队就不行。
喂，哇，我没有去狂怒的，尴尬。欸，烂，你知道这边有新打法吧？血红有新的打法。说可以跳吗？对对对对，就是跳，知其实道啊，这两波是可以跳的，我知道啊，可是，有点麻烦。是还好啦。除非贼是贼在体制扣吧，不然我不会选择这样做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自己喝那个隐形药水就好。哎，那我姑且问一下，题外话，你住哪？哦，我操，完了！我操！我等一下，这会不会太多啊？没有，这我不小心的，不知道，要不要玩？要不要玩？双倍有大就招。会灭，就会灭。你要不要往里面带？往里面带，往那个我们刚刚好好好，对对，先往里面带，小心哦，小心那个地板，先退一点，先退一点。术士，有解到，开爆发。哇哇哇！完了，你看能不能撑住？啊，我撑住了。小心地板。不用补哦！哎呀，上马，谢。哇，上完岛了。对，剩我跟你啊。你还有办法吗？应该不行，我已经当时出发过，而且现在程度太高了。对，过了。他们快到了。
是你也快死了。完了。哎，哎，为什么？哦，对，那个不能放魂。哇，现在 DK 也起了哎、欸！啊，他跑去追 DK， 哇塞！放了。放起来打了还不打、啊？对他这个好像是有 bug 没？嗯，对，突然想到他还没修，哇，好忘记了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还可以了。我只知道这一只，至少这波打完了。对，至少这一波是其实是全清的，还没有说血亏很多，这一波没清掉这样。不过刚刚的那个这个上网真的很厉害，看那个样子他都补得起来，操！那下一步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哇！我是不会死啊，因为我时光我已经看好了那个时光倒流，已经先脱开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哦哦，被笑到了！哎，是哪边先啊？这边的话是我们另外一头，另外一头过来。有没有？他要过来了，他过来了。哎、欸，过去了吗？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来回来回来，转，有，
啊，不开刀了，等一下下去再开。等一下下去，你看能不能先抓三只的？好，我刚好开，可以把胶找掉，绞掉。还是你上面要补吧？有吗？有要补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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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下去了。然后配个 PT 吧，看 PT 走哪。左边。人都来了吗？有，跳下来。当心。下一个我不吃啊。当心。嗯，哦，眼球要素，这边这一波死掉会出奥曼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这一波会出奥曼，然后下一波嗜血加奥曼，还是你要直接扣着尾王的？还有15分钟。啊，奥曼，嗜血啊，下一波就是三只一起抓，然后嗜血啊。好 ，OK。哇，你的当时出发了。对，为了去控制那个什么诅咒，我当时出发了。哇哦！喂，怎样？等一下啦，我先把世界网打掉。
小胖安全带。他不会回来啦，他说他好像不知道要去三天。他去高雄去三天。哦。好。宣布，他已经死掉。5 4 3 2 1给我下去。够他玩的，兄啊！嘎！怎样？因为我的大招开掉了，靠腰，什么号三只？没关系，就跳吧。啊，他开那个，刚不会又是我的。哇哈哈哈哈！啊，他虐我啊！这样我怎么我要怎么开技能？啊！哎呀呀！哎 ，guys guys guys！ 哎，干这样子，哇、哦，这太扯了吧！炸哦！对呀、啊，直接把那一只炸过来，怎么？我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呢、欸，那这样妈的，以后我要怎么炸、啊？干，这什么破设定啊？哦，干，我快受不了。他不开罐罐吗？他刚刚开过啊，刚刚那一波其实他就开了，我有看到。哦，真假的？所以对，所以刚刚那一波死掉超亏，而且你我来不及跟你讲了、啊，我还来不及跟你讲。我没看到啊，我知道你没看到啊，因为我看到你往反方向退啊。但我来不及跟你讲，我就看着一只巨大蝙蝠从我旁边飞过来。嗯，其实我看到它飞下来的时候，我傻眼了。没关系，我也傻眼了。应该不止我们两个傻眼，全部人应该都傻眼。看你这只怎么下来的？靠，这太扯了啦！其实我是觉得蛮夸张的啦。你说那个苦痛，那个就那一次就算了，因为苦痛那个真的应该是我真的站太近了。可是这边
这边就你不觉得就很扯吗？就是不应该拉得到的啊。对呀、啊，干干，我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干用法能来用法业这个技能来拉怪，妈的！你把他回一下，他 O A 呢？哇！他被插死喽！他被插死喽！你要跳喽！哎呀 ，DK 啊，算了 ，DK 跑完了，我的风暴打在后面的墙天花板上面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干这个版本的火山就是不会痛，但是他把你顶起来就很致命。够吧？这个先打、欸。对对对，这个可以先打。他来，反正也准备解药嘛。对啊，让他来解药嘛。哎、欸，你进来一点啊，那只怪物。哦，刚刚哦，拍的来着来着，没垮掉。我认真的在等我的爆发。5 4 3 2 1放心，哎、欸，放心，9%，放心。干你啊，他装备坏掉了。嚯！哎、欸，他们好神哦！放心，哥 ，DK 装备坏掉了，然后萨满就开了一个修装的给他。哦，我看到了。
就这萨满真的很屌啊，他不会补不起来，真的是因为他的装等。他很多有的没有的，放心。可以啦，这萨满真金屌，不过这个 DK 真的是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好，这把到这啦，谢谢大家。